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有事儿跟你说。哦。坐。这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我想了解一下你对未来的打算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爸爸能帮上忙的。哦，我想考云海大学的计算机专业。云海大学？嗯。以你的成绩考清北不难呢，怎么想报考云海大学呢？清北算是全国综合排名第一的学校，但我有查过云海大学的师资介绍，还有教学方向，有我感兴趣的地方。你从小就对计算机的事儿很感兴趣，如果将来能够从事相关的职业，把自己的爱好变为一种事业，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。哎，你看那个，怎么不喜欢？不是，啊，你不会以为我要逼你学金融专业好继承公司吧？啊，哎呀，你要是想继承公司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说我在外面拼打这么多年，那不就是为了你和你妈能够生活的随心所欲一点，现在也算是实现最初的梦想了啊。下面该你了啊，加油。我会的。儿子，咱能再加个油搭把手吗？哦，好。哎。